下，想打扰一下。怎么事？你这是突然肚子有点疼吗？啊？你稍微忍耐一下，一会儿我找个地方靠边，坚持一下。你等我一下。把衣服披上。你是在跟你女朋友买吗？拿这个吧，这个小巧便携，最近也蛮流行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先生，现在店内活动，买这款送个小礼物，我帮你包起来吧。谢谢。对了，一般你们女生肚子疼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？你买些暖宝宝吧。好，谢谢你，放里面吧。对了，再买个热饮。谢谢。你对你女朋友可真好啊。是啊，真羡慕你女朋友。这是什么呀？公益组织会定期来医院为病患进行慰问演出，你去试试。我吗？你不是一直没有地方练习吗？现在这么多的观众，你就当做是汇演现场演练一次。这可以吗？你已经用你的演奏鼓励了我一次，现在也该鼓励鼓励自己。知道我是癌症，我都听见了。其实听不听见也差不多，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，手术这个事儿不好说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一转眼你看现在都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了，你要是不喜欢吃这个，咱们去买别的好不好？我上厕所。
别哭啊，乖，别哭了，我在，有我在呢，别哭啊。顾医生，顾医生，我来看乔乔。嗯，顾医生，乔乔，来检查一下伤口喽。啊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伤口愈合的不错，手术也很成功，再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，过两周就可以拆线出院了。这次真的多亏顾医生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应该的。乔乔，你这下可以健健康康出院了，开心吗？不过你的作业都写完了吗？嗯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再见啊。来，妈妈陪你玩啊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已经决定为你父亲出刀。为我父亲主刀，但是你不是心理障碍？我从来不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。感谢你，顾医生，谢谢顾医生。啊，哦，你是说让我看看你手啊？这很稳，很稳，非常稳，一点都不抖，好样的。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确认这个事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顾医生，我相信你，还有，谢谢你啊。只需要你放心，你和你父亲还会有很长的以后，去完成想完成的事情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出来以后啊，每天都得说教我们，咱俩还得忍着呢。对，怎么样，医生？手术很成功，麻醉苏醒之后会送到病房。是啊，我就知道，没事了，没事没事。你爸他就是命好，就想让我再伺候他几十年。谢谢你啊，顾医生。我先进去了。没事儿啊，老林。肯定没事儿，你平常跟我犟的时候那么有劲儿。